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维克勒市政府大楼。这是维克勒图书馆，南区的图书馆。拉克，你看看，那可以看看，想读书了。哎呦，图书馆旁边就是这个 Basil 遗址公园。很漂亮的小公园，很干净，人很少。里边这个是像个迷宫一样的，你知道吧？嗨，可能到那边太阳照得好一点。那个亭子也挺好。照在里面去。这就是什么遗址公园？遗址公园。遗址公园。这个小房子实际上在那边啊，开音乐会都行啊。这在外面的啊，演奏，他们坐在操场听看。